面板很大，所以其实你可以很直觉性的操作，你只要先开启开关，然后呢选定你想要的行程，它这边有标准、浸泡、强洗、柔洗，然后也可以洗毛毯，甚至你可以试看看它柔软芳香，搭配柔软巾的话效果会更好，还有一个防皱快洗的功能。那另外如果说我们一个月期是可以进行槽清洗的功能，这样呢就可以让洗衣机呢保持清洁干净。一般如果你是习惯晚上预约洗衣，然后隔天一早就晒的话，你也可以使用这个预约的功能，可能是2小时、3个小时、4个小时纳米泡泡的功能。水位的部分呢，你也可以自己做设定，它有25L到106L。但是，一般如果是清洗，比如说像标准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自己让它跑，因为它的机器自己会侦测应该适合多高的水位。然后水流的设定，你也可以去设定你要弱、中、强。旋风干燥的话，最多可以到90分钟。一些洗衣粉的这个槽打开来，往上扣，这样就拆开来喽。然后另外呢，这个滚它的滚轴就可以拆下来。就可以拆下来啦，因为它有可能你使用久会卡一些棉絮脏污什么的，卡一些棉絮脏污，所以可以拆下来。这个可以拆下来清洗。满满的都是棉絮，所以这个也是要就是定期拆下来。